跟网友曾经，我今天没有结婚，真的，我不是邱泽，我是那个秋风，不要再就是我错人了，不是秋风泽。今天 IG 突然加100多个人，我想说他们是不是追踪过人了？你现在 IG 多了100多个人追踪，对，太好了吧？邱泽那边粉丝来，对，我他们那个地下流弹道，幸福我幸福。我早就结婚了，我想说为什么这个时候祝我幸福。我们叫我们最大叫我们最大的人出来跟你讲，叫我们经理。有人说他不要秒杀 The man Indy Relax。 What's up 对经理经理会带光。今天的头发为什么要学小赖啊？啊？我今天学小赖吗？我是学大家都说我这个发型是像你。颜值差蛮多的。但伟霆那个卷毛什么意思？突然，这很烦。晚上呢，我这只是你知道，下课跑去外面打球，然后刚回教室，头发就长这样。跟网友曾经我。今天没有结婚，真的，我不是邱泽，我是那个秋风泽。不要再说、就是、我错人了，不是秋风泽。今天 IG 突然加100多个人，我想说他们是不是追踪过人了？因为啊，你今天 IG 多了100多个人追踪，对，太好了吧？邱泽那边粉丝来，对，追踪错，他们那个地下流弹道，幸福我幸福。我早就结婚了，我想说为什么这个时候祝我幸福。对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